子很无聊，它就是黑白色，但是告诉各位有福了，因为它是软料吸水，超薄软料之外呢，它是弹力松紧的，所以呢弹力松紧大家最喜欢了，不分尺寸，谁穿谁舒服哦。而且妞人今天一样是穿着黑色的内着，我觉得没有明显的透之外呢，它是完全软料的，它非常的薄，但是它又很挺，然后它是做一个单颗大扣，然后你看弹性。所以呢，如果呢你很不喜欢穿那种什么 XM、XL 又不知道选什么尺寸的裤子的时候，你就买这件就对了，谁都可以穿，很简单，就套下去就好了，而且长度不会太短，完全适合各位。黑裤穿起来超瘦，对不对？一样非常经典的单颗大扣，一样弹性 XM、XL 都可以轻松的驾驭，肚围腰围都 OK， 裤口不会过宽，很瘦吧？所以我刚刚说怎么办，黑白我超推大家包色处理，我觉得裤口真的做得很棒，它不会这样宽宽的，或是飞的，或是太大，所以即便是我随便穿一个套头套拖鞋，你看我的腿一样非常非常的长哦，我觉得比例非常的好，那它真的是软料薄款，舒服到不行，所以这也是妞儿非常大推给大家的。